什么？今天晚上是太阳下分钟。新闻局在柏林影展举办台湾之夜，三部台湾参展电影的主角全部到齐。在一夜台北中担任女主角的郭采洁更是登台高歌，炒热现场气氛。为我们台湾电影加油好不好？在柏林影展为新片《大兵小将》宣传的成龙突然现身会场，他亲切地和蒙甲导演钮承泽以及在场的台湾电影人寒暄，为台湾电影加油打气。希望各地的政府大力的支持我们的 local film， 我们支持新锐导演，我们可以怎么样合作，再可以回到80年的时候，台湾片或者是香港片雄霸整个东南亚，但是这十几年来我们一直在努力，一直在努力，但是还不够。成龙在欧洲拥有许多影迷，因此他出现在台湾之夜，也算是给在场的各国宾客和影迷一个意外的惊喜。中央社记者林玉立柏林报道。